近日，南昌国际车展在南昌举行，南昌国际车展重车模斗艳，大秀视野线。当小林志玲曼琪身着一身浪漫粉紫色薄纱洋装出现在车展现场时，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旁边的工作人员，都拥簇过去，争相拿起手中的相机、手机，一顿猛拍，抓拍下与女神近距离接触的瞬间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